来两个美生纸。嗯啊，咋的？累会儿了？有点困了。正常的，给我带着，衣服盖上。哎，这样式的更角度更好一点，效果无敌。这个是吗？嗯，妥妥的。这是吗？嗯。还要再上药吗？不用了。清理疼吗？疼。咱这外在都是。没啥感觉吧？清理没感觉啊，兄弟们，红色内肉清晰可见。然后咱们最后啊，把这个白边儿，这个小边儿从头到尾的给它捋下来就完事儿。这个白皮儿啊，因为它是一个特别软的皮啊，刀的这个锋利度啊，根本就是吃不进去。它不像那种硬的，硬的就能吃进去，软的吧，它怼不住啊，怼不住。所以说有些时候它不是说刀不快。把里面的奶茶咱们都给它干出来，这玩意儿虽然说看着有点眼熟啊，但是还是奶茶的啊。我今天看你修脚也没说想人家进去一趟，这就是想学。真的，我们这学会了，把徒弟带会，都自己干店了。我们小干小干活，我没看过你修脚。嗯，好嘞。非常舒服啊，清理的怎么样？看看高兴吗？清理的非常高兴啊。好嘞好嘞，好，咱们今天清理一个，这个是自己前几天封包了这个两天的体检贴，然后又找来咱们又给他包了一下咱们家的产品啊，看看一下的产品效果啊。应该是看着是非常好的，嗯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名誉啊，名誉原创作品，名誉只玩快手啊，不玩其他平台，大家谨防上当受骗。嗯，不错。有时候录不好老挨骂，还行吧，挺舒服吧，嗯，还是挺舒服的啊，兄弟们，舒服的就是都说不出来话了，满心欢喜。
好，非常好，嫩肉清晰可见。好，鸡眼这个东西就是好事成双啊，来定一个，一个我想再来俩。哎，对，这样可以。好，别动啊，开始了。我给他包的咱家产品。他自己贴了两天的贴眼贴，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，然后咱们给他换了一下的咱们的产品，但是那个贴眼贴有点掉色啊，沾了这个一角的血小喜红啊，挺喜庆看的，还是正宗名誉啊，名誉。非常的漂亮，不错，非常哇塞，好，名誉原创作品啊，只玩快手，不玩其他品牌。好嘞，一把成功。